其中一个我们能够感恩的就是我们还活着。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说，哦，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若不是神的恩典，我们就没有现在，我们就没有今天。所以我们如果真的要感恩的话，很多东西我们都可以感恩的。所以我们不只是向神献上感恩，我们也带着一颗谦卑悔改的心来到神的面前，向神认罪悔改，求耶稣用宝血来洁净涂抹我们一切的过犯。我们一起来预备自己的心，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再次为着我们今天晚上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你是好的神，永远都是。今天晚上我们要在你面前，我们谦卑自己，我们要降服在你的面前，因为你的救恩，因为你的慈爱，也叫我们的心深深地被你的爱吸引。谢谢阿爸天父，愿意让我们来做你的孩子。主，我们何等的不配，可是你却选择爱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无法明了你对我们的爱，我们只能够带着一颗感恩的心跟天父爸爸说，我们也要爱你。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我们将祷告。Amen。全然完美的爱已经从你临到我心，不是因为我的好行为，只因你的慈悲怜悯恩惠，你医治我生命，使我成为你孩子的称义为天父。你上次我所求，每一次我寻找，我必定得到。我叩门祈求福，你必定开门，因你是我福永远的天父。终不会让我迷失，我脚步孤单一个人走，你时刻会出现我左右，因你是我父永远的天父。卡西亚森普罗纳Kasi yang sempurna telah ku terima darimu, bukan karena kebaikanku, hanya oleh kasih karuniamu kauKan aku layakkan ku tu dapat memanggilmu Bapa, kau beri yang ku pinta saat ku mencari, ku mendapatkan, ku ketuk pintumu dan kau bukakan.
靠爸爸顾，爸爸样可靠。他看靠比亚干，阿古门兰看阿亚森尼瑞安，高斯拉鲁阿达巴基库，斯巴靠爸爸。爸样可靠，全然完美的爱，全然完美的爱已经从你领到我心，不是因为我的好行为，只生命使我成为你孩子的称义为天父，你上次我所求，跟着我一句句的来祷告。亲爱的天父爸爸，亲爱的主耶稣基督，亲爱的主圣灵，三位一体的神，谢谢你如此的爱我，我是如此的不配，可是你却依然爱我。今天晚上我来到你的面前，我向你承认我一切的罪，求你原谅我一切的过犯，用你的宝血把我洗干净，
叫我不是麻木的来认罪，不是形式化。当我认罪了，我的心也真的很想改，我也认真的去改，除掉我生命中的罪，永远不要再重犯。今天晚上我要来敬拜你，我要用圣洁的生命来敬拜你，用宝血再来洁净我。奉耶稣基督圣名我这样祷告，阿们，阿们，阿们。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儿子，因圣灵感孕，由同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的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阿们，阿们。再把最好最大的掌声来归给我们的神，哈利路亚，阿们，阿们，阿们。我们的神真的是一个好的神，你能够说阿们吗？好像不太相信。我们的神是好的神，你能够阿们吗？好，跟你的四周围前面后面左边右边，你跟他讲说我们的神是好的神，跟他说 Amen。 有你的拍掌好不好？神的名树立旌旗，愿耶和华成就你一切所求的。哈利路亚！现在我知道耶和华救护他的受膏者，必从他的圣殿上应允他，拥有受的能力救护他。成就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哈利路亚！愿耶和华在你遭难日子里与你，阿门。愿你为雅各神的高举你，愿他从深所救助你，从西安坚固你，纪念你的一切贡献，愿那地的繁荣，将你心所愿的赐给你。哈利路亚！成就你的一切，就算我们要因你的救恩欢声，要奉我们神的名树立旌旗，愿耶和华成就你一切所求的。阿门。现在我知道耶和华救护他的受膏者，必从他的圣殿上应允他，拥有受的能力救护他。再来，愿耶和华在你遭难日子里与你，愿你为雅各神的高举你，愿他
众生所救主的主席安坚固地，纪念你的一切奉献，也大地的反击，将你心所愿的赐给你，阿们，成就你的一切就算，哈利路亚。现在我们让你的救恩跨身，要奉我们神的名属于荆棘，愿耶和华成就你一切所求的，哈利路亚。现在我知道耶和华救护他的手高着，必从他的身天上应允他拥有手的能力救护他。有人靠神，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他们都屈身扑倒，我们却起来彼得诚实，求耶和华实行拯救。我们呼求的时候，愿望应允我们。我们要以你的救恩夸胜，要奉我们神的名树立旌旗，愿耶和华成就你一切所求的，就这样成就了。现在我知道耶和华救护他的手高着，必从他的身天上应允他拥有手的能力救护他。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阿们。他们都屈身扑倒，我们却期待你的正直，求耶和华实行拯救。我们呼求的时候，愿望应允我们。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他们都屈身扑倒，我们却起来彼得正直，哈利路亚。求耶和华实行拯救，我们呼求的时候，愿望应允我们。愿望，大声地说，我们愿望应允我们。再用你巨大的声音说，愿望应允我们。阿门。给我们的王一个巨大的掌声，因为他今天晚上要应允我们每一个人。哈利路亚。一起来，主耶稣在我心安慰我和我生命，我平安，使我喜乐，也归向何乐？伊的明白，伊拢了解，拭去我的目屎，予我真实在。主耶稣在我心，安慰我，予我生命，使我平安，使我喜乐，也归向何乐？真实在，哟啊哟啊，风雨吹不倒，看我听我永远的脚步，伊是我的信心，是伊我帮助，坚强我的心灵，耶稣真真好。听不到大家的掌声，很用力点吧，跟着我们一起来。在我心安慰我和我生命，使我平安，使我一路行过风雨路。
强大的心灵，耶稣真真好。怎么掌声都不见了呢？Amen。 我们的神，我们的耶稣真正好。Amen。 跟你旁边的人说，耶稣真好，跟他说 Amen。虽然
见你，拯救我的主，每滴眼泪你都纪念和保留，愿这一生整个你对我的好，我要赞美你，疼爱我的主，每个脚步你都看顾和保护，愿这一生日夜纪念你，你的美你的好不停称颂。赞美你 You are good， 我虽然有伤痛过，但我要擦干眼泪，我仍然要赞美你 You are good。 把我们的双手都举起来，从我们的心来感谢我们的神，我要感谢你，拯救我的主，每滴眼泪纪念和保留，愿这一生铭记在我心，你的爱你的真和你对我的好，我要赞美你，疼爱我的主，每个脚步你都看心不再飘荡。
常顺境逆境，我仍要敬拜，因你始终是王，万王之王。你唤醒我盼望，我心不再飘荡，当仿佛走投无路，你是做一起祷告。天父上帝帮助我，真的是如同我所唱的，面对任何的困难挑战环境暴风浪，不管什么拦阻，我仍然要赞美，因为赞美带来你的同在，赞美有能力加添我的信心，我的力量，帮助我定睛仰望你，不是我的问题，不是我的烦恼，不是一大堆缠累我的，我就是要仰望你。我感谢你今天让我回家，求你的圣灵再充满我，安息日的主再释放医治赐福刚强我，加添我的信心，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阿们。感谢主，我们现在你可以继续的跪着或者是坐着，我们来预备领受耶稣的身体，耶稣的血。拿着你的饼和杯，带着信心，很认真的，不管你祷告多少次，宣告多少次，即使你想要的你还没有看到，还没有感觉到，仍然相信，仍然宣告，跟着我说，主耶稣，我相信你的话，你的能力，你的应许，你的爱，所以我相信，现在我领受的是你的身体，是你的血，你的鞭伤已经医治了我，我的灵魂体各样的疾病、软弱、伤害、痛苦、不舒服、大大小小的问题已经得医治，我生命中所有的咒诅、捆绑、锁链、黑暗的权势、罪恶已经被破除、砍断。你的宝血已经赦免、洁净我，我也向你认罪，我不要注重罪孽，我不要抓住任何的罪，也求主帮助我能够饶恕伤害得罪我的人。我现在就领受耶稣的身体，耶稣的血，耶稣复活的生命，各方面的神迹奇事
祝福、好处、平安，现在临到我身上。奉主耶稣圣名，我这样相信，我这样宣告，我就这样得着。阿们，阿们，阿们。领受吧，上帝大大的医治、释放、赐福你。阿们。好，预备我们的心来奉献给神，带着感恩。台上今天那么多的达多和达丁，所以我们来唱一首马来诗歌，在耶稣里我的刚强。我们来说奉献，阿们。刻苦啊坦地hidupku ku dapat dalam Yesus Dia tak pernah tinggalkanku Setia menopangku Berseru berharap dalam Yesus kekuatan di hidupku ku dapat dalam Yesus dia tak pernah tinggalkanku Kau kan ku setia menopangku Berseru berharap dalam Yesus Ajar kau Tuhan penuh Sanggup pulihkan keadaanku Dalam tanganmu seluruh hidupku Tak akan goyah selamanya Tak Yesus刚强，他是我生命力量，从不离开我的身旁，扶持我一路相伴，我呼求。Selamanya
举起我们的手，主耶稣，你大能的圣灵，你的手降在我们的身上，扶持我们，刚强我们，鼓励我们。主啊，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暴风雨、挑战、困难，让我们不要动摇吧。主啊，即使我们受影响，我们开始害怕，我们开始消极，我们开始担忧，主啊，你的圣灵在我们心中说，不要怕，只要信。不要怕，只要信。让我们的信心再眺望起来。主啊，让每一个人无论遇到什么问题仰望你，结果你把他们问题翻转，成为一个大祝福，成为平安的，成为荣耀神的，叫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何等蒙福，奉主耶稣圣名祷告，我们说阿们阿们阿们。感谢主，我们把荣耀归给神。好，我们来看今天的周讯。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欢迎回家，一起来关心这个星期的蒙福周讯。 Shalom, welcome to this week's Blessed Bulletin. 比尔威尔森牧师特会呢，将在这个来临的星期五，也就是7月29号的晚上7点30分，而第二场和第三场呢，都是在这个来临的星期日，7月31号的早上9点钟以及晚上的7点钟，地点都是在蒙福圣殿。客家团契、福建团契、家庭小组以及青少团，我们都来参加这个特会，鼓励各位弟兄姐妹邀请新朋友来参加这个特会。教会也会在这三场的聚会中收爱心奉献给他们的事工，愿上帝大大的赐福大家，谢谢。Pastor Bill Wilson's special meeting will be held this coming Friday, 29th of July, 7:30 p.m., as well as this coming Sunday, 31st of July, 9 a.m. and 7 p.m. for both services at the Blessed Chapel. Hakka and Hokkien Fellowships, House Groups, Young Adults and Youth will all be joining the special meeting. The church will collect love offering for their ministry as well during these three meetings. May God bless all of you. Thank you. 这个星期的儿童金句小班的是为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征战，箴言第31章30节，而高班的是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为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征战，都是来自箴言第31章30节。 Dear parents and children, these are the children Bible verses for this week. For junior class, a woman who fears the Lord is to be praised, Proverbs 31 verse 30. For senior class, charm is deceptive and beauty is fleeting, but a woman who fears the Lord is to be praised, Proverbs chapter 31 verse 30.节目预告，40天全国禁食祷告会即将回来了，各位弟兄姐妹是不是很期待，是不是很兴奋嘞？8月7号星期日一直到9月15号星期四，在这非常时期为国家禁食祷告再关键不过，神也必纪念你和你的家庭。详情如下。We'll be having our 40-day national fast and prayer starting from the 7th of August. The details of the fasting are as below.洗礼班即将开课了，就在8月9号星期二晚上7点30分，地点是在哈利路亚楼，请预受洗的弟兄姐妹填好洗礼表格交给妮妮同工。 Our upcoming baptismal class will be starting soon on the 9th of August, Tuesday at 7:30 p.m. at the Hallelujah Hall. Those wanting to be baptized, please fill in the baptismal form and submit to staff Nini.恭喜恭喜恭喜，沈志明弟兄与黄诗杰姐妹将在8月6号星期六在本教会进行结婚注册。若有人知道有什么原因这两个人不可以合法注册，请在7月25号星期一之前通知教会。教会与鲁日同姐妹同哀悼她的丈夫陈光祥弟兄的过世，求神亲自安慰与保守。教会与蔡秋莲姐妹同哀悼她的母亲黄韶花姐妹的过世，
求神亲自安慰与保守。教会与杨慧玉姐妹同哀悼她的父亲杨景焕弟兄的过世，求神亲自安慰与保守。蔡秋莲姐妹、杨慧玉姐妹、鲁日彤姐妹，愿向各位弟兄姐妹们说声谢谢，多谢各位弟兄姐妹在他们家人丧礼期间的祷告、慰问以及关怀。谢谢收看这个星期的蒙福周讯，我们下个星期同样的时间再见，拜拜。See you next week. Bye. 感谢主，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求你的宝血再来洁净，再厚厚遮盖孩子和每一个人，也在这个地方划定界限，也让线上参与聚会的每一个人都有宝血遮盖和保守。求主耶稣，你真理的圣灵，你圣洁的灵大大的运行，跟我们说话，洁净、释放、医治、修剪我们。主啊，给我们一颗谦卑受教顺服的心。主啊，你的灵来充满刚强我们，让我们听到了要行道。主啊，让我们的生命翻转吧，改变吧，蒙你悦纳，你喜悦，荣耀你，祝福人，也让人从我们的身上看到耶稣你的真，人被吸引到你面前悔改归向你。圣灵来充满我们，我们只要从真理的圣灵领受，不要人的意思，不要错误的教导，也不要扭曲的观念，也不要听错意思。圣灵亲自引领教导恩膏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我们说阿们阿们阿们。感谢主，再把荣耀归给神。神的话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魔鬼会想尽办法让人不能够领受神的话，就是对神的话没兴趣，或者听不进去，或者你听了你会听错意思，你的血气、你的情绪或者你自己的观念价值观会进来，然后你就会抗拒，你就会拒绝。或者讲的人他也被自己的意思、被自己的利益、自己的想法影响的。这就是为什么你注意到每一次我讲道之前，我都会说真理的圣灵让讲的和听的都一样领受，是很重要的。就像有时候在家里夫妻会吵架，爸爸妈妈跟孩子会吵架，本来都好好的讲话都没什么，对方就误会了，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对不对啊？或者我们的表达方式，本来我们不是要讲这样的啊，讲出来就用错话了啊。或者我们听，哎，有时候魔鬼也会扭曲的，他会让你起冲突的。所以我们在教会，我们真的要谦卑受教顺服，讲的人和听的人都要说，神啊，跟我说话吧，修理我吧，不是我舒服不舒服，不是我喜欢不喜欢听，神啊，是你的话就让我听进去，让我学习，让我成长改变。阿们。今天晚上我要再次讲我们的朋友雅鲁，这几个星期的男主角。上个星期特别讲到雅鲁，其实雅鲁的故事很多人都有读过，因为他就在马太、马可、路加福音。我们刚刚信主的人，即使你的圣经读不多，多多少少也会读马太、马可、路加吧，而且即使没有读完，前面十章也会读到吧。雅鲁就出现在那几章里面，所以我们可能有读过，或者是读了忘记这个名字，不记得这个名字，或者读了也没有感觉，没有感受，或者对他的印象不深。我从很久很久都知道雅鲁这个人了，
啊，一直读，所以在教会有几个我给名字的孩子，其实我给很多很多孩子名字的，从我不是说叫你们要生孩子就叫我 找名字，有时候我也是想到江郎才尽啊，也想不出什么名字，就给你名叫林一中、林二中、林三中，所以总之如果你27年前就已经来这教会，然后在27年前你怀孕生孩子，叫我给你的孩子名字，哎，我给名字的孩子都27岁呢，真的是很大了，对不对？所以雅鲁 Jairus， 如果没有记错，刚才弹琴的那个穿格巴亚的爱芳呢，他的儿子就名叫雅鲁，对不对 ？Jairus。然后刚才一个 baby， 为我跟他祷告的时候，我又记得他的中文名，我突然间想，哎，英文名是什么呢？他妈妈说 Jairus 啊，就是你给的啊。我说哦，对对对，所以你看到那个，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人很特别。他名字很有意思，为什么这个人我们真的需要向他学习？上个礼拜我们就看到了，从马可福音第五章，我们依然的看马可福音第五章，我们先看上个礼拜的第21节开始。马可福音第五章21节，耶稣坐船又渡到那边去，他在这一边，那边就是他本来在这边，他在这边的时候很多人，耶稣去哪里都很多人的，他没有宣传，他没有打广告，都有人知道他在哪里的。所以如果你真的要找耶稣，你会知道的。所以有一些人他很喜欢吃什么东西，那个路很难走，哦，那个小路啊，啊，那个什么青草路的啊，雷茶啦，啊，那个里面的什么啊，他们说龟杂啦，对对，明达华哪里的，还有你都找得到的哦，对对，哇，没有什么 GPS 你也找得到的哦，因为对你很重要啊，你一定要找到，所以你对耶稣有兴趣很重要的话。你会知道他在哪里的。那个时候你想象他们也没有什么 Facebook、 Instagram， 也没有 WhatsApp， 怎么一下子船就知道耶稣在哪里啊？在这边他们也知道，在那边他们也知道，他一去到哪里，哇，人家就来了。所以我们这有时候我们想要办节目，我们在这边讲要怎样宣传，要怎样吸引人啊，要怎样怎样，很多花样，对不对？耶稣都没有这些的哦，你有想象奇妙吗？有恩膏啊，有神的喜悦，有神的同在。当然我不是说我们不要去宣传，不要叫人啦，但我们还是要祷告，让耶稣会吸引人来，有耶稣同在。一个教会会不会成长，人喜欢不喜欢去聚会去教会，跟耶稣的灵有没有同在也很有关系的。为什么有些教会死气沉沉，人家不想去？为什么有些教会蓬勃生气，很多人来，跟耶稣的灵有没有在有关系的，会吸引人的。包括祷告会，包括小组聚会，你要吸引人的话，耶稣一定要有在，耶稣一定要有在。所以到那边去了，又有许多人啊，这边那边都有很多人。他正在海边上，下一节，有一个管会堂的人名叫雅鲁。会堂就是犹太人的会堂，我们今天讲的犹太教。那犹太教的人，这些很多是以色列人啊，犹太人，可是不是每一个以色列人都相信神的了。所以有时候你很难想象他们的祖先能够从埃及奴隶一夜之间，耶和华的军队从400年的奴隶一个晚上变成自由的，哪有可能的？而且红海打开的，到今天很多都不相信神了，是不是很可悲？
所以其实不是到今天，他们很多过红海一下了就不相信神了，才够厉害啊，那个海水还没有干啊，可能啊，一下一下子、哦、人的心很刚硬的。那他们的会堂呢，犹太人的会堂，他们讲的都是旧约圣经，我们今天看的圣经旧约跟他们的旧约是一模一样的，从创世纪到马拉基都一样的，但是他们不相信从马太开始到启示录新约圣经，他们不相信，这就是分别了。所以他们不相信耶稣是救主，他们不相信耶稣是神。那今天还有很多犹太的会堂，这边讲的犹太会堂就跟今天的犹太会堂也是一样的模式的，他们也是讲神的话，也是讲旧约圣经的，可是当中的呢，他们是很抗拒耶稣的，到最后要耶稣死的主要也是从会堂里面的那些祭司、那些领袖、那些法利赛人。我们在圣经里面常常读到的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整天来找耶稣的麻烦，整天要跟耶稣吵架的，有没有？法利赛人 Pharisees 就是在会堂的哦，而且他们是很有权力的，很有影响力的，他们懂圣经比我们更熟啊。圣经前面五本，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生命记，叫做摩西五经 Torah， 他们很多都会背的，从小就要上课的，哇，还要及格。他们是法利赛人，很会背经文，很懂经文，可是不信耶稣。同样的，你可以常常来教会，牧师可以很努力讲道，你可以看到祷告会赞美敬拜圣灵运行很感动，你的心一样可以是刚硬的，求神怜悯。好，总之那个时候会堂的人是不支持耶稣的，可是耶稣每个礼拜也去会堂做所谓的礼拜的，他们叫安息日。听好啊，他们都不喜欢耶稣哦，他们反对耶稣，他们讨厌耶稣，耶稣每个礼拜还是去的，因为这是神喜悦的。啊，你呢？动不动跟这个人合不来，动不动被组长伤害啊，动不动哎呀太长了啊，太冷了，太不舒服了，一大堆就不来了。所以耶稣会去会堂的，但我们现在重点不是这个，现在要讲的是会堂的人基本上不信耶稣的。到后来越来越多人信耶稣的时候，那会堂是他们的文化中心啊，就像我们有一个代表啊，一个啊福建什么工会啊，什么华人工会啊，对对，很重要的，他们的福利啊，他们的什么生活照顾啊，都要有这边来管的。所以如果你没有注册在里面，你出事情很麻烦的嘞，你不被承认的。所以大家都要是会堂承认的。当初他们有一些信了耶稣跟随耶稣的被踢出会堂的，记得一个瞎子吗？耶稣医好了他，然后他就到处说，他们就问他是谁医好了你，他说是耶稣啊，跟你们讲你们不相信。然后他们就 问他的爸爸妈妈是谁医好他，圣经说他的爸爸妈妈因为怕被赶出会堂不敢讲是耶稣。你有看到会堂的那种压力，会堂的那种权力，那种影响力，那个地位在犹太人的社会是很高的。那雅鲁是会堂里面的管理层的，英文讲 one of the rulers， 做决定的，有权力的人哦，很有影响力的一个大领袖来的。所以如果是那个市政的管会堂的，大家都知道他是谁的，大家也知道他的名字，因为他有地位的，他有权力的，大家都尊重会堂的领袖的。那其他的会堂的人
都反耶稣的，不相信耶稣的，现在雅鲁有问题了，要不要去找耶稣啊？啊，还是阿美把都起啦，啊，打扮啦，啊，化妆，人家认不出来，暗暗这样子，叩叩叩，哎呀，可以找你帮忙吗？我孩子要死了，帮忙也不讲是谁。哎，有没有相信耶稣却暗暗去找耶稣的？有。我刚才讲法利赛人，法利赛人的领袖，哇，他们的做决定的几个好像 committee members 哦，那种委员的当中有一个很有名的领袖，他也很相信耶稣，可是他是半夜来的，他半夜叩叩叩问耶稣，人要怎样进天国？耶稣说人要重生，要再 born again。 他说哎呦，我这么老了都生出来了，怎样再生一次呢？爬回妈妈的胎再生啊，怎么可能呢？耶稣就说哎呦，你是犹太人的老师啊，你听不懂我讲什么。哇，他就问耶稣，哎，他是真的信耶稣的，可是他有一点怕啦，他暗暗来的，因为他还有地位，他还有权力什么。可是当法利赛人要杀耶稣，要审判耶稣的时候，他们是反对的，他们支持耶稣的，可是他们不太敢明目张胆光天化日承认。所以那个老法利赛人来找耶稣的，半夜来找耶稣的，叫什么名字？想一下，我喝水了。 Nicodemus， 尼哥底母。尼哥底母他是这样，他暗暗来的，可是上帝也有记载他，他也是耶稣的门徒，暗暗的啦。哎，这个管会堂的怎样了？如果你是他，更要暗一点了，更暗了，对不对？哦，很严重呢。可是没有啊，他不只是光明正大，正大光天化日，哇，还在海边那么多人的地方啊！哇，他一出现，人家都可能想：哇，他来做什么？他大概要来听耶稣有没有讲错哦，要来审判耶稣还是什么？哇，大家一看到认得出他，都知道他名叫雅鲁，对不对？哇，大家知道哦，有雅鲁也来哦，哇，这次哦好细看哦，哦，他到底要来怎样？是不是也来跟耶稣辩论，也来吵架？因为法利赛人每次出现就是来修眉哦，来催促哦，来吵架的哦，来听耶稣讲道，然后要找问题，鸡蛋里挑骨头这样的。啊，雅鲁也来了，大家看到哎，他们的装扮一定也是跟平凡的人不一样的嘛，对不对？就像你看我，你就知道我跟你不太一样了哈。我穿的也不太一样这样子，哦，所以雅鲁就来了。哇，他说哎哎，哦，一不来哦，一来做咩哦，来催书，哇，精彩了今天啊。哪里知道他俯伏跪下来趴下来在耶稣的脚前哦，哇，每个人七嘴八舌，哎呦，一拜呀，说他管会堂的嘞，他也信耶稣。哎呦，就传了，传了，传了，他们的 WhatsApp 就传了，哦，马上传了，很快了。哇，他，所以你看到吗？他不管他的身份，他不管他的地位会不会受影响，他不管别人什么眼光，什么人会说什么，他就是光明正大，光天化日，俯伏在耶稣的脚前。这么压力哦，也不派人来叫耶稣，自己来。当你知道耶稣在哪里，如果你觉得你很有需要，如果你觉得你要求的东西很重要，如果你觉得亲近耶稣很重要，再多压力，再难，再被人反对，再被人讲批评论断，甚至影响到你的地位、你的工作、你的生活，你还是来的。所以我觉得很奇怪，那些因为 COVID-19 他们的公司、他们的老板不肯给他们来教会，他们就不来。政府都开放了，那天星期四联合教会，你们有没有去？有一些人啊，没有去没关系，因为太多人了，真的。你有没有看他们的椅子怎样排挤到这样啊？对不对？
我们的副总理都来呀、啊！哇，他们都来，意思就是说，政府都支持我们聚会呀、啊。而且哪里有 SOP social distancing 没有啊？这个那紧啊，料料啊！哇，我也夹在两个不同宗教的人的中间哦。所以政府都支持鼓励我们聚会。你的老板说不可以，我们公司的 policy， 我们公司的准则不可以，你就听你的老板的。这样的老板，这样的公司，大过神啊，大过政府啊。你的耶稣不重要啊。圣经说我们是上帝创造的，人是神造的，汽车、冷气、冰箱什么都要 service 的，久不久就要 service 一次，会坏的，会不操作的。圣经从一开始，创世纪一开始就说人每个礼拜要 service 一次的。人很容易烂，你知道人很容易烂、哦、所以我们说那个垃圾人啊，不用的人啊，冰端人啊，什么人啊，对不对？因为我们需要 service 一次，所以你觉得你来亲近神、敬拜神够重要？你管你老板说什么？你管你公司说什么？等下我没有工作，工作很难找啊！等下啊，我没有 bonus 啊！等下他们怪我这怪我那个。好，你要死的时候，你叫你的老板救你上天堂，就是这么简单。你要死的时候，叫你的公司和你的老板救你上天堂，看什么重要，对不对？所以你看到雅鲁，他这样的压力，他这样的身份、啊、他来，他不只是偷偷站在人群中，他趴在俯伏在耶稣的脚前，因为对他来说，耶稣很重要，我的需要是很重要的，我一定要求耶稣。我们的问题是觉得自己的没有什么需要，我生活好好的。很多人每次一唱我需要耶稣啊，啊耶稣、啊、很好啊，他是真神。可是一点点拦阻，一点点 virus， 一点点病毒，一点点压力，一点点利益就不来了，根本没有把耶稣放在眼里啊！你觉得耶稣会把你放在眼里啊？这样子，求神怜悯，我们真的要好好的来到来思想。所以你看雅鲁他来了，圣经形容是有原因的，跟你讲他的背景，管会堂的，管会堂的，他来，他再三的求耶稣，他没有说，哎，耶稣，我是管会堂的，我的身份地位你知道，所以我那么给脸的，所以你也要给我脸啊。没有，他求，他求，他求，结果下一节，耶稣就和他同去。耶稣就和他同去，这一句很重要。不是耶稣说：“好吧，雅鲁，你先去，我待会就来。”而不是他说：“主啊，你会来吗？你会来？好好，我先回去准备了。哦，我回去准备了。好，我在家等你哦，因为我的女儿病得很重啊，我也很担心呢。啊，万一来不及啊，万一来不及就是不相信耶稣了，对不对？啊，可是哦，我女儿需要我，我要回去一下。主啊，啊，你明白了哦，我先去，你等下赶来好不好？没有，这边这一句很重要。耶稣和他同去，就是白白行哦，一起走，一起走。”我和你一起去，耶稣在你的身边太重要了。如果那一天雅鲁没有在耶稣的身边，他会被下来发生的情形绊倒了，他可能放弃了，或者他可能已经失去信心，他已经太忧伤、太忧愁、太影响了。可是因为耶稣在他的身边，当他收到坏消息，他一惊慌害怕的时候，该怎么办的时候，耶稣马上说：“不要怕，马上哦，不要怕，因为耶稣就在身边。”
如果他没有在耶稣的身边，如果他离耶稣很远啊，那个 WiFi 那个 Internet 又只剩下一条线啊，啊这边的线不好吗 ？Line 不好啊？你说什么啊？奉什么名啊啊啊啊？然后要怎样啊？要怎样啊？对，怎样没有线了？听不清楚，或者啊，因为太多人，你在后面啊。耶稣说：“你帮我跟那个人说，什么什么什么要怎样做？”你们有玩过英文叫做 Chinese Whisper？这个很 racist 的，为什么叫做 Chinese Whisper？ 啊，就说他们种族歧视，十个人从第一个传一句话，传到最后一句，英文叫做这个叫华人的悄悄话，传到后面会乱的，传到后面已经不是事实了。我说他们种族歧视，干嘛讲是华人呢？啊 ，Chinese Whisper 就说我们华人乱乱传话，十个人传一下都传乱了。对对，所以啊，你整天哎呀，金正牧师讲哈咪，金正牧师不讲哈咪，伊就是骂迄个 online 的人俩。哦，来好了啊，对头搞歪，滴滴骂，滴滴骂。啊，有一些人每次讲我讲到滴滴骂人，滴滴骂人诶，哇，一些人又不一样嘛。牧师今天又开玩笑咯，很好笑啊，对头笑搞了。所以你看。不一样的哦，每个人听东西不一样的哦，好啊，所以求神怜悯。如果他又是在那边传话，所以你要第一手消息 ，first hand knowledge， 这就是亲近主的意思。你跟主很靠近，耶稣和他同去，有许多人跟随拥挤他。好，现在很高兴的去了，耶稣要去了。所以有时候一切很顺利，一切很照着你的计划去做。哇，耶稣跟我来，不，突然间又出现一些问题了。所以你的信心一定要稳。所以半路就杀出那个血肉的女人，记得吗？啊，突然间要去了。突然间，哇，感谢主！我在想，啊，雅鲁在一路上也会跟耶稣讲话吗？也不可能，对不对？你在改工什么？可能就说他的女儿病了多久了，什么状况啊？我们也会嘛，一路上也会问他这个情形多久了，他发生什么事情？哇，就是哇，已经死了，断气了，可能来啊，什么什么，给我讲。突然间，哎，又停了。谁摸我？谁摸我的衣服？耶稣，我女儿要死了，你管谁摸你的衣服？对对，哎呦，现在耶稣不管了啦，我的女儿能够来这里的是还没有死的啦，我的要死都不能来的，赶快！哇，你看，哇，突然间很紧张的，所以雅鲁一直面对压力情绪。压力那种哇紧张的气氛，哇，他一直面对这样的情形。耶稣又 slow and steady 的，很酷的。谁摸我？门徒说：“哎呀，那有，总有人摸我。”耶稣就看，谁呀？啊，还那个女人还慢慢出来。雅鲁的紧张到半死了，对不对？所以他女人出来了，耶稣他圣经说那个女人就跟他讲，我为什么会摸你，我跟你解释啊，我12年前怎样啊，我本家是有三间厝的，你要变做两间，两间又变一间，一间又变做没有，后来我的地后来卖了，因为我卖不好，我又去罗马，我又去 Timberland， 然后又他们每次人家讲故事是很长的，有没有？哇，因为圣经说那个女人把实情，你看将实情 tell him the whole truth， 我为什么会来，到最后我为什么用摸罢了，他也要解释的，我真等你告诉我。所以圣经就 summarize 将实情全告诉他啊，就是等哈啊，这样啊，如此这般，这样子就好了，带过，其实是很长的。所以哦，耶稣就说 OK， 然后耶稣就继续下一节，然后耶稣跟他讲话，对不对？耶稣说：“哇，女儿，你的信救了你。”我相信耶稣也是静静的听，
耶稣有讲 ，Come on, come on, summarize, summarize the main point。啊，有时候我们就觉得，没人你看你啰嗦，讲重点，我们说讲重点，人会惊死死了，看你啰嗦。啊，所以讲重点没有看到耶稣，耶稣讲完了，我想耶稣。哎呦，那个哈，哈利路亚，哈啊，沙龙，沙龙，上帝祝福你啊！不，哎，那感谢主啊，哈利，好 ，bless you，bless you， 不，没有啊！你以为耶稣这样紧紧张张啊？耶稣一定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了，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哎呀，你背后了啦，再走了，别讲，你等啊，不出，讲那个讲了讲不了，没有了，耶稣，雅鲁，所以。耶稣还在讲话，这女人还在讲话。你看下一节说什么？还说话的时候，还在讲的时候啊，啊！耶稣跟这个女人还在讲话，她还在回答的时候，有人来雅鲁的，噗噗，哎，还没数，死了，麦加乔医疗啦，哎呀，节哀顺变。求主安慰怜悯，我不再考虑，不要紧了，那来等了啦，等了啊 ！RIP， 我最讨厌 RIP 的。跟你们讲，以后我死，你们不要 RIP 我。我起来跟你讲，讲第尾一句，本袂当讲卡济啊。RIP， 不要滴滴的 rest in peace 啊！懒惰太没有时间安慰人，就不要安慰。RIP 讲到很多人是不是啊，那你就改咯，真的哦，人家生日现在厉害了 HD 而不是、哦、HB 什么哇，也是啊，人家做什么 GBU 啊，什么这样你不会不了，很拜托、哦、对对 WhatsApp 最厉害的了，请你们为我祷告 ，Icon 两只手，一点诚意都没有，对对，很多时候是这样子，所以我很不喜欢。我每次 Facebook 我看到 RIP 的、有一次我也登谁谁教会的人，我很亲的人去世啊什么什么，然后 comment 那边有 RIP， 给我 delete 到完了 RIP， 你不应下我有应该你 delete 了，所以 RIP 干嘛？求主赦免，因为我是觉得。哎呀，这样这简直一点啊！可能你们很有诚意呢、啊，你的 R 可能是我 R 你，我爱你，我 P 你 ，RIP 什么我也不知道啊。总之啊，这个是离题，而且是教你们，因为如果我读到这样的东西，我然后那个金牙王的牧师那解说，那 RIP 录的好了，不要 RIP 我会起来的，等一下。所以 ，anyway， 好，现在我要讲的是，这些人来跟雅鲁说，雅鲁 ，what， RIP， 然后雅鲁啊，或者啊，不要了，你看，你的女儿死了，何必来？啊，他们这讲话啊，变了啦，你看，老实讲，哥你改天咋不讲话？啊，对对。耶稣圣经讲还在讲话不？你快蛋嘛！你快在装咪，头先你都改讲要死了哦，好，已经跟你说了，好，对对，很急的，还在安装啊啊！后来呢，那第二个医生怎样呢？啊，第二个医生有跟你打针哈啊，第三个呢啊，只是化疗，死了咯，讲那老滚的书，哦，所以就走了啦，啊，走了啦，你的女儿死了。何必还劳动先生呢？这个人可能也是好意啦哈。哎呀，也不要麻烦了。你看耶稣也忙，你看行路一个老会的，行路一个车门的，行路一个矮高的，啊，一路行到你厝，这都不能了。所以真的，你看马太第九章，一步都这类问题，一步都这类问题的哦，很多问题的人来了。所以你看到我们真的是要去服侍很多需要的人，所以他不必了。哎，所以你是雅鲁的话，现在你充满希望，耶稣要跟我回家了。来一个女人，又讲她的故事，十二年的故事，几年几年讲么？
哇讲，然后很紧张了，突然间家里的人来说来不及了，死了。哇，你那个你也可能也会生气耶稣哦，对不对？或者你会生气那个女人，你故事不可以讲 main point 啊，啊，要讲重点就好吗？可能耶稣还来的，哇，你里面整整，所以那个人死了，不要劳动。哇，雅鲁已经开始可以有负面的情绪影响，哦，已经很紧张，可能也会生气，可能也会灰心，会难过，会怎样了？马上下一节，耶稣听见，你看。我喜欢耶稣，他很会 multitask 的，他真能够一下子跟这个讲话，另外一个耳朵听的。像我现在讲到，我也看得见你在做什么的，我也注意你在做哪里，谁今天跟你在一起，我也知道的。所以他讲讲讲，他也听到他们在那边 RIP、所以他也不是 RIP 了，他只是跟他讲说已经死了啦、他马上。英文的我很喜欢，记得吗？上个礼拜说 ignoring， 一诺个，一诺个 ignoring， 我叫你们学嘛 ，ignore， 耶稣 ignore， 不要理那些使你灰心、使你伤心、使你放弃、使你走不下去的话，不要去理，不要再多听、多看、多听、多看，陷入无法自拔，我掉在漩涡里面。不要去听这些了，耶稣教我们的 ignore 就是卖垮卖菜艺，所以耶稣不听那个人讲的话，他马上你听啊，这边在讲负面的，死了不要理了，在讲耶稣也讲，不要怕，只要信，不要怕，只要信。如果雅鲁没有在旁边，耶稣找雅鲁，哎，照料呀，彼得，彼得，啊，雅鲁呢？主人，刚才你还跟那个女人讲话的时候，她家里的人已经说了 ，RIP 了，所以他就走了咯。你都不应，你都不应跟人讲话，人家这样紧张，你还讲，还说问那个病情干嘛？好了，还在问，好都好了吗？我问你这。所以、啊、耶稣就要、哦、就看到雅鲁在人群中后面，哎 ，Jairus，Jairus，、不要怕，不要怕，不要啊，不要怕，不要怕，什么不要怕、啊、只要信啊，什么什么、啊，对对，听不清楚了、啊、很远了、啊，所以一线说听不见神的声音，神没有跟我讲话，什么上帝没有，因为你远离他，你亲近神，他怎么不会跟你讲话？你读圣经你也会读到神跟你讲话，对不对？所以耶稣马上不要怕，只要信。耶稣也听得见，因为雅鲁就在他旁边，那个人讲什么耶稣也听得见，耶稣马上要拉住他的信心，他要掉了、啊、所以如果你是耶稣或者我是耶稣啊哈，记住啊 Destin 啊，快要做，人家跟他讲看他相信我吗，看他听谁的话，我不要出声，我看他的反应，如果他走，他的损失不是我的损失，反正我也没空，反正我也很忙，对对，哎，我们有时候是这样，我们就看看那、啊、我女儿死了、啊、这样、啊、哎呀不要 OK 我回去了，耶稣能说 OK 了，没有信心的人的结果，然后我们又讲一篇道了，没有信心的结果就这样走掉了，对对，没有，耶稣不会这样的。有时候我们会软弱，有时候我们会害怕，有时候我们的情绪受影响，有时候我们放弃，我们灰心了，我们真的要掉的时候，耶稣说不要怕，不要怕。你为什么跟一个人讲不要怕？如果你比赛唱歌的一个人还没有上去之前，你跟他讲不要怕，因为你看到他在怕，一些人一点都不怕的、哦、所以你们要去说明做我的门徒，那种你不要跟他讲不要怕，你要跟他讲不要 over。
所以有一些会怕的，你要跟他讲，哦，对对，你为什么要去跟有些人讲不要怕？那个面都不扎了，走出去来冰山了，你一看就知道在怕了，很紧张的，对对，哇，什么都忘记哈，piano 调 key 都忘记调回来去，什么这样，哇，很紧张这样，好，所以这样的你就要跟他讲，麦基啊，耶稣为什么会跟雅鲁讲不要怕？很明显他怕了，他紧张了，所以你看我们的神是很慈爱很怜悯的，对不对？所以你要神的安慰鼓励，你要在他的身边，你要和他在一起。所以我跟你讲，刚才耶稣和他同去很重要。接下来好，不要怕。于是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所以雅各和约翰是兄弟来的。耶稣有十二个门徒，他带三个罢了，不许别人跟随他。哇，可能其他的也说，哇，马太呀，啊，多马他们呐，啊，巴特罗缪他们这些也说，哎哎，爱爱去，爱爱去，不爱去，我要去，要去，哦，也说不许 ，no， he did not let anyone， 不是他们不要去哦。一切都要去，因为很多人要看热闹，很多人喜欢去看。可是耶稣只带十二个中的三个，他常常带这三个，哦，啊，所以这三个有时候也不明白他在做什么，可是至少他们有信心，他们会静静看，他们会学。有一些人，啊，十二个你带去，有一些就没有专心，啊，在讲话。来，我的麦克风拿来，麦克风拿来，麦克风嘞，哎，拿麦克风的呢，一起讲完了，我的圣经呢，圣经，哦哦，啊，他在那边弄东西，我不是讲他们啦，我是讲有时候，对对，你他跟来啊，又没有专心的哦，有些人啊，或者也在那边讲闲话，这拜我还看耶稣按照看哦，掉了这拜哦，我要看，哦，很精彩哦，啊，有些人只是好奇心的。哎，耶稣的门徒也会叽叽喳喳的，你知道吗？所以耶稣会骂他们哦，也没有信心的，常常吵架的。啊，耶稣的门徒奇怪，很会吵架的，啊，个性很不一样，一下子打掉一 boy， 打掉一 boy， 这样踩到别人的尾巴这样子。所以耶稣有时候，有一次耶稣讲他们，我要忍你们到多久呢？耶稣讲啊 ，How long should I tolerate you, stand you？福建就说：“我是未打寒路人了啊，哎，打寒到底时？”哦，耶稣会讲这样的话，未打寒了，还是打寒啊？因为他的门徒也很幼稚的，有时候，所以他不带十二个，所以你看，他就带这三个去，不许别人跟随。有时候有一些情形，不是每一个组员你都要带去的，不是每一个人都需要在场的，对不对？啊，像昨天晚上祷告会求。感谢主啊，一下子圣灵运行好多个发作，这样子已经很久没有这样了，哈利路亚，感谢主啊，你们多多带人来释放祷告啊。可是有一些人也不能够做什么，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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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糟糕了，糟糕了，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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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那边紧张什么？你不能够帮忙你就不要在场，对不对？所以你就专心仰望主就好了，不许别人跟随他。接下来三十八节，啊，他们来到雅鲁的家了。看雅鲁的家跟你的家是不是一样？我说那个情形、那个气氛、那个环境，来到会堂的家里，耶稣看见那里乱嚷啊，乱嚷啊，将气将落，乱乱将啊。Screaming and crying， 然后乱嚷，很乱，那边很乱啊，随便喊，而且并有人大大的哭泣哀嚎啊。他们是相信神，可是有人死又哭到很厉害的哦。哇啊啊！是的，啊，阿哥阿哥，起来了，阿哥啊，那边喊，哎呦，很多很多声音哦。哎，这是耶稣讲的乱乱讲。乱嚷啊啊啊啊啊！那边大家哭，大家喊大叫，很吵，哇，一大堆。你知道以前我们骂人啊，福建人骂人很粗的，有时候小孩子哭了，好难嘛。
你知道什么是薅篮吗？你们知道你们有听过吗？古晋的没有听过，这是老人家骂的薅篮。薅篮是专业的哭泣，哭泣者。以前的有钱人，他们家人死的时候，他们觉得自己哭太久会累，伤身体，又要孝顺爸爸妈妈，不哭也不行，所以还好有钱，请专业的来哭。所以以前我演过一部戏，在大学的时候，我们演话剧，我就是开薅篮公司的。所以他们来找我，他爸爸死了，我就说你要什么 package？ 100块的哭一点罢了，比较贵的会哭比较长，有叫名字的更贵，爸爸。所以专业的薅篮，这就叫做薅篮，那变很多。很多我也不知道这个是专业的还是亲戚朋友邻居很吵就是了。上个礼拜你有看到新闻吗？不知道是香港还是中国，现在不是有专业的 AI 薅篮吗？用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obot 帮你哭的，他们说你能够接受吗？这样的在丧礼有聘请这些专业的哈。看起来很孝顺哦，你听到那边哭的。机器来的还是什么我不知道，总之耶稣烦呢，很烦啊。所以耶稣进来，你看39节，进到里面，耶稣就对他们说，讲起讲了好干的做秘书。耶稣用福建话，因为比较 effective，好像听起来对，为什么乱嚷哭泣呢？他讲他们人家在为什么会这样你爸爸已经去叫耶稣来了，你为什么不能够再等3分钟耶稣说，干嘛乱乱喊乱乱叫？你想象耶稣讲话是不是很大声？整群你要叫他们停。我跟你说，耶稣说话本身很大声，点啦，哭什么哭？在喊叫什么？他们静一下吧。孩子不是死了，是睡着了。哇，雅鲁听到不是死了，是睡着了。雅鲁现在要听谁的呢？哇，代表安静。孩子没有死，是睡着了。然后你看这些专业的人啊，马上下一节，专业，一下子哭，一下子笑，马上 switch channel， 马上嗤笑耶稣啊 ，they laughed at him， 刚才，what， 不是困了，笑。现在到底是要哭要还是笑？哭笑不得哦，就是看。所以耶稣知道人的真，人的假，你懂吗？真假他都会分了。然后耶稣说：“只有你要又哭又笑，作乱了，很乱这种气氛。”所以有时候我赶鬼啊什么啊，为人祝福祷告啊，有人倒下去，一大堆人看我，也是把人家赶走的。走走走，做咪？叮得扎暗哦，跟我抢空气。所以耶稣把他们赶出去啊，撵出去啊。Wow, Jesus put them all out， 出去。那个，我是伊的姨婆，出；我是伊的阿公，出；我是伊的奶妈，出。出去，出去，出去，一个一个到最后耶稣也是不客气，所以要派3个来帮忙。Ushers, please。这些保安的这些帮忙推推推出去，哈，关门了。他就带着孩子的爸爸妈妈，有时候爸爸妈妈也没有信心的，可是这次要带爸爸妈妈。为什么？因为孩子醒来，这小女孩醒来，在房间醒来，如果看到耶稣和彼得约翰雅各按江银哦，不是陌生人啊，是谁啊，对不对？所以耶稣做事情有想的，有用脑的。这女孩需要爸爸妈妈，所以她就带爸爸妈妈去。搞不好妈妈刚才也是
在家的跟那些人在一起，对不对？所以他们也很尊敬耶稣。所以我们讲话要有权柄，不要哭，出去，不可以进来。我只要这几个人跟，全部跟跟跟，所以他们就跟，就进去，带着爸爸妈妈和跟随的人，就是彼得、约翰、雅各，进入孩子所在的地方。下一节，拉着孩子的手，看孩子躺在那边的，对他说：“大力大谷米翻出来。”他是讲他们的语言，就是说：“闺女，我吩咐你起来，不要再睡了，起来。”神就宣告说，其实按医学按正常说是死了，可是耶稣叫他起来。下一节，那闺女立时起来走。哇，不是我们的突然间 Snow White 醒来啊，不是哦，啊，还是啊，揉眼睛。这个闺女说她的复活能力是很强哦，一起来就下床走，在房间走动。如果那些好男友在，那个女孩子一起来走动，他们会喊什么？跪呀！哎呀，救命啊！救命啊！啊，救命啊！救命啊！对不对？又来了，因为他们是随时换的哦，又哭又笑，又可以什么都可以的哦。啊，所以那个都是这个叫做什么情绪失控。情绪不能够控制的，一下子这样一下子那样，我们一定要控制我们的情绪啊。情绪是没有理智的，看到什么就反应什么，看到什么就反应什么的，马上没有过滤的，你知道吗？没有经过大脑的，所以不能够给他们来，一起来就是走的。这女孩也是哦，还不能跟哈狼不能一样，就像我起来这样这样，所以大家也会吓到的。如果所以走来走去，所以大家很惊奇，闺女已经十二岁了，她十二岁，哇！接下来耶稣说什么呢？耶稣是不是说：“哈利路亚，感谢主！现在叫我那个喊的、笑我的人全部回来，闺女啊，你现在站在这里跟我讲见证一下啊，告诉我们刚才你死去的那个几分钟、半个小时，你看到什么 ？You saw a light, you saw a light, the tunnel of light， 哇、啊，你看到什么光吗？哦，然后呢，你有没有看到天使的翅膀？哇、啊，死的感觉是怎样？哦，你飘上来呀、啊，看到你的尸体呀、啊，然后怎样？看到耶稣进来，呜、哦，上帝又说。” It's not your time yet. 哦，从天堂又回来了。现在讲见证，好，来，大家来信主，是不是？耶稣是不是说叫他马上？哎，我们很容易就这样了。哇、哦，人家才，人家病得半死，已经很弱，没有营养很久了，弱到死了，然后起来了，复活了。耶稣看到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他的肚子枵了，耶稣看到肚子饿了，肚子饿了。你看耶稣是不是很实际？耶稣不是说丢掉刚才那些没信心的全部叫他们回来，闺女、啊、你复活了，好见证，现在来讲见证，来来来，全部来听。哇，每个人来听见证，我们觉得哇，这样一定很多人得救的。耶稣只是说好一吃饭，好一吃饭。耶稣关心一个十二岁的女孩肚子饿，耶稣会不会关心你全家肚子饿？耶稣会不会关心你生活出问题，你三餐有问题，你经济工作收入有问题，你的债务累累？连这个女孩一醒来，耶稣说她肚子饿，一餐耶稣都不会忽略，都不会忘记，更何况你全家，你担心你日子怎么过，你的你又失业了、哦、你的经济收入不够了，哇，这个又用完了，我们米完了，哎呦，鸡肉又贵了，哦，那罗蒂果松也两块钱哦，现在哦，哦，那个高罗米又多少钱哦？那个咖啡又两块八、啊，三块多，你不会在家自己泡哈？所以有时候也是有问题啦，有时候也要嘎洗嘎洗姐，一些东西自己在家煮，自己在家泡，不一定要在外面吃，对不对？但是有一些是真的没有钱买，
没有钱买米买什么，所以我们有爱心怜悯行动帮助人。所以这边也给你看到耶稣那么实际、哦、他知道人的需要，人的软弱。这个女孩大概病很久了，也吃不多少，她也死了多久，她现在身体需要力量，给她 give her something to eat， 吩咐给她东西吃，不是叫她马上讲见证 马上什么没有的。我们把荣耀归给神，阿们。好，今天的主题就是胜过负面的环境。所以雅鲁整个你可以形容的，他的环境是不造就不鼓励他的信心的。从他的身份，他是管会堂的，他的同事，他每天上班的周遭的人都不要他信耶稣的，他的环境是很 negative 很负面的。从他一直到走到海边，那个环境那么多人认识他，人会说什么，这些都是负面的情形的。从耶稣跟他走，又遇到半路那个血肉的女人，又一个负面的情形出现。然后一半又有人跟他说不要麻烦耶稣，女儿死了，又一个负面的报告消息。回到家一开门，哇哇哇哇，那个负面更大了，那个 power 好小哦，全部 negativity 都是负面的，都是那种要使你灰心，要使你放弃害怕的。所以他一路从头到尾面对这么多负面的攻击骚扰，他怎样站得稳？第一，靠着耶稣持守信心，靠着耶稣，一定要靠耶稣，靠自己也不行了。第一点，当然我们要不受环境人群影响，我们要第一点要找耶稣。雅鲁第一就是来找耶稣的，对不对？所以你的压力，你的辛苦，你管你的老板，你管你什么家人反对什么，你要找耶稣，你一定要找耶稣，你不找耶稣你机会都没有了。可是你找到耶稣了过后，第二，你要靠近耶稣，因为只有耶稣能够鼓励你，只有耶稣能够安慰你，给你信心。耶稣和他同去，如果雅鲁自己先回，或者到一半那个女人出现，雅鲁就先走了，然后人家跟他讲负面的东西，他就听进去，他就跌倒，他就害怕了。所以我们贴近耶稣绝对没错，所以我们来找耶稣，我们要保持在耶稣的身边，即使我们不明白，对不对？雅鲁可能不明白为什么耶稣还要停下来跟这个女人讲话啊，这个女人就得医治了啊，这个女人也没有求他，就摸衣服就好了，那就好了吗？就走了吗？干嘛干嘛，这个不重要了，我的女儿比较重要，对不对？可是你还是要靠近耶稣，你不明白，你困惑，你误会，一些东西你不能接受，你还是一样紧紧地抓住耶稣，靠近耶稣。第三，主的话会激励你的信心，因为你跟神在一起，神讲的话都是正面的，造就的，鼓励的，让你有盼望，有平安，有信心，不会害怕的。所以耶稣就跟他讲嘛，不要怕。他还听到怕的事情，就跟他讲不要怕。一进到那个家，大家都哭都哭，他就讲没有死，他是睡着。所以神的话带给我们信心，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读圣经，每一天读，你懂不懂也读，有一天这些会鼓励你的，你会想到一些话会帮助你的。阿们。这就是为什么每个礼拜你要来教会听到。你不需要来教会啊，你圣经很熟啊，你可以做圣经老师了，是不是？你很懂是不是？你不必去小组，你不喜欢查经，你不需要考，不喜欢考圣经，你圣经很厉害了，是不是？哇，很多理由哦，很多借口。你需要神的话，
雅鲁的故事我不知道读了几十次啊，从信主到现在我依然读，依然会叫我兴奋，依然会学到新的东西。我今天讲的很多东西以前我没有看过的，没有讲到的，没有想到的。所以神的话非常重要， Amen。 第二点，当你周遭的环境不造就，你是信耶稣，可是又遇到很负面的、很绊倒你的情形，那怎么办？第一，你身边要有信心的人，你一定要有信心的人跟你在一起。讲闲话啊，三姑六婆啊，讲绊倒你的、没信心的话的，远离他们。有信心的人跟你在一起，跟你作伴，是刻意的。It is deliberate. You've got to make a deliberate decision. 你要刻意选人的。耶稣选彼得、约翰、雅各，他刻意选他们的。我要谁跟我去？不是 ，OK， 十二个谁自愿举手一下 ？OK， 今天你们三个，明天换三个。好，没有。I want you, you and you. 刻意选的，去一个地方，去一个有需要的、信心考验的，去一个紧张的地方、人家难过的地方、人家害怕的地方，去一个很吵很乱的地方。你要带谁去？谁能够帮助到你？谁能够鼓励到你？你一定要有信心的人在身边。所以每一个基督徒，你的身边一定要有鼓励你的基督徒。我不是说他一定要跟你住在一起，每天跟着你，没有。你的联络，你们很多 chat group、哦、很多群组，哇，大多数都是做生意的群组、哦、哇 direct sales 的群组啊，哦，或者是去 shopping 哦，哦，去哪里旅游的群组啊，哇，更惨了，讲废话的群组一大堆啊。以前教会有一个弟兄，他跟他的同事的 group chat， 哇，那个 group chat 里面出现很多没有穿衣服的女孩子的照片啊，哇，那个笑话，哇，又越来越黄啊，哇，他也在里面哦，哦，然后他也被影响哦，他也发这个信息出去啊，哇，我马上打电话给他，不是因为我在群组里面，是有人给我看。我也不知道，因为有人说这个不是你们教会的人吗？他怎么会在这里？怎么给我看？我打电话啊，他说了，你为什么在用群组里面？你寄这种照片啊？吓都吓死了。马上啊，他 left group， 马上悔改谦卑。这很好啊，因为有时候我们会被影响，不知道的。哦，不一定是色情，不一定是黄色的东西。几只干工贪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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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贪累贪累贪累，整天就讲钱钱钱钱钱钱。当然有时候你做生意，当然你需要你的 downline， 你需要跟你公司员工讲东西、顾客讲东西，没有错。但是不要花一大堆时间在那边。又有 WhatsApp chat 哦，又有 WeChat 哦，现在又来 Telegram 哦，哇、哦，别晓了哦，哦 Messenger group 哦，什么也一大堆哦，哇，现在又问你这个问你，很多这些联系，你一定要选择有一些群组你不能够在里面，即使在里面，只是重要的一些信息，没什么，关乎什么痛痒的东西，不要去理了。你需要有信心的，你的小组的，你的组长跟你的联系，这个你要。你们有些组员啊，啊，给组长讲几句 ，left group， 我受伤，组长在小组里面讲我，不了解我的问题，什么 left group 啊，你不必举手。一摸到要死，不是青少年罢了，大人也会。所以有些组长会问我，他们给我看牧师怎样，我这个组员 left group， 有时候就说 let it go let it go， 就让他们去吧。有时候
看他们能要 left 到 多久。有一些如果是我知道的，我的电话过去，有一些我就说 left group 吗？有时候我就把他们的组长小组的 screenshot forward 过去，他们看到我的名字出现，就是雷电交加，天上有火降下来那种。有些人就希望哎，我不爱，我不爱啊，来。所以有时候就是要提醒我们，一定你在 group chat 里面小组的教会的， Don't you dare to leave， 你不要离开你的 教会的群组的小组、啊、你会离开群组的是你有问题，你不要讲组长有问题。组长当然不完美，有时候讲话会血气，我也会，你们说牧师我们知道，有时候讲话会很大声，我也会，你们更知道，但是我们都要帮你们，我们都要救你们，所以你要有信心的人。第二，不要理负面的言语和行为，对不对？哇，这边又讲啊，讲很不好的，那边又哭啊，你看了你东张西望，你看，你会受影响的。哇，有一些人就不要来了，哦，有一些人 leave group 了，哇，你就觉得哇，他 leave group， 我要看反应是怎样。哇，他 leave group 了，然后回来，哇，他回来了，哦，大家又 love 什么 love？他说这样我也要，我需要爱，我觉得我要 live 一下，我要被爱，我要感受到那个回来的温暖。有样学样啊，有些会这样的，对不对？有些会这样的，我要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喜欢人啊，小组我不要去，过后一下子说牧师我没有小组，我要换小组。哎，人家也会学的哦，原来这样可以哦。我也不太喜欢我的主，我也不太喜欢我的领袖，这样子我就 left group 一下，我就不要去一下。几个月过后，我的脸这样，跟牧师讲，那个脸写着没有小组的脸。然后牧师就会问你，你什么小组？没有人联络你吗？为什么没有？啊，有些人就是这样啊，明明是自己莫名其妙啊，对不对？然后啊，我就被骗哦，因为他们的脸很可怜嘛。然后我又那么有爱心，又不会骂人，我就说这样哦，好，我安排一个小组给你，要吗？然后我要参加歌唱比赛。啊、什么不没有了，乱讲、啊啊、我就安排，有时候真的是安排过后，一些组长才会跟我讲，牧师那个人是这样，后来这样子我很难带嘞，对、啊、别人也是这样子，等下哇我才知道，哇，我们不可以去看这种负面的东西，我们要学习有信心，不要动不动就学不好的行为就被影响什么这些。阿们。第三，我们要刻意灭掉负面的声音，要刻意的死了啦，出去，哈哈哈，笑了啦，出去。哇，耶稣是刻意的要安静，因为那个气氛不好，那个气氛没有信心。为什么我们有时候祷告会突然间会叫你主啊，因为那个气氛已经要睡了，有些人又太冷，我最近都听说太冷、啊、我们家冷气又不冷，教会的又特别冷，我就说主啊，那个气氛很重要的、啊、要不然旁边的哎呦真冷啊，真冷啊，哎呦我们每天祷告真冷，累啊，突然间牧师说主啊，你就不敢再冷啊。对，那突然间哇，祷告了，哇，很激励祷告了。所以我们需要刻意塑造一些气氛的。你的家是不是常常嘴巴讲那些不造就的话，
哎呀，不用的啦，哎呀，那林义忠牧师，伊妈那明白，伊妈那明白人啊，那我们工作压力哦，他说不要管你老板啊，不要给你来啊，不要管公司讲什么，他懂什么？他又没有孩子，他又没有老婆，他又没有养人，他自己恩恩哦，我们没有工作的话，就是那。啊，是了是了啊，哦，我 online 也不可以 ，online 神也是来吗？啊，什么什么啊，哇，就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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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音了，哇，就在现在就很多人在批评我了，啊，我都听见了，所以我们就啊，当然有一些人是真的不能够，那个我们明白，有些人真的是需要时间调整，有些人的信心要慢慢建立起来，那我们也明白，对不对？我每次都有讲两方面的，人家不听两方面的我。我的慈爱怜悯方面他们没有听的，他们就是听骂对头啊，对头骂个了，从头到尾想了金金牧师说什么想了还没想骂人了，上个礼拜想了还没想骂人了，下个礼拜就又是骂人了，啊，有些人就是这样的，对不对？很负面的，什么都负面，所以我们要灭掉。耶稣是很刻意的，什么东西影响你，你就不要再去听那些了。哎，一切这负面的声音是我们自己在我们里面，我没有用的啦，我本来就是这样的，没有救了。我们家人都是这样的，每一个就生这个病的。我们家的脾气是外老伯是火山，外老母是火山，生出来就是火山了，啊，都是 volcano， 都是爆炸的。我们个性是这样的，不能够改的，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你没听过吗？啊，或者是我们会觉得这样，哦，我从小到大都这样的环境，你要我怎样变？不能的。今天早上我听到一个见证，有一个 他抽烟，他要戒烟，他要戒烟了，外国了，差不多好像是19年，他戒不掉，不能了，他说，所以他就继续抽烟了。所以那牧师就说，你为什么不戒烟呢？我不能，我戒不掉了，我戒不掉了。我跟你讲，我这辈子没有办法不抽烟，已经19年了。然后那个牧师就说，你要讲我戒掉了，不要讲我戒不掉，你就讲我戒掉了，我的烟我戒掉了。所以你讲，你就是讲好的，你不要讲不好的。然后他就学讲了，我戒烟了，我戒烟了，啊，他一边抽，我戒烟了，嘘，我戒烟了，嘘，因为他没有戒嘛，所以他的朋友说笑了，这个，已经疯了啊，一边啊，也是那么人，我戒烟了，我戒烟了，然后，哎，几个月过后啊，在哪？哎，这臭逼，哎。突然间觉得很恶心呢，那个味道他受不了，很臭啊，他就戒掉了。哈利路亚，把荣耀归给主。所以这个我也要悔改，我也会讲自己，这个我这个不好，我那个不好，我是这样的，我没有办法改。我什么？我们要改。所以常常跟爸爸妈妈、阿公阿嬷讲，你带你的孩子上来祷告，哇，上来祷告，你就跟我讲，牧师，请为我的孙我的孩子祷告，祝福他，他里面有潜能，他可以很乖，他很努力，很聪明，很能干的，祝福我的孩子吧。哇，很少很少爸爸妈妈这样的带来。牧师拍个戏啊，独立饼曾经乖，牧师你不要看他很乖，我跟你讲，在家哇，什么都丢啊，什么都喊啊，没有人能够控制，没有人能够控制，是你的问题，不是孩子的问题。哇，就好，孩子都还没有改变，哦，那个孩子 都第一次见牧师，形象已经毁到完了，被爸爸妈妈破坏到完了，不用啊，病毒啊，哎呀，啊，不生意更加好啊，特别哈利路亚了，我能信主了，牧师祷告跟他改变了。有时候我很想跟爸爸妈妈祷告先，他们先要改变一下，有时候，对不对？所以你不要去讲这样的东西，我们都是好的。你知道给我们要生下来，上帝早早就告诉你说 You are number one， 你是第一名的，你是优秀，你是能干的。你知道一个精子要跟卵子要能够怀孕，
那个几亿的精子啊，哇，科学，我是在跟你讲科学啊，只有一个能够受精怀孕，几亿里面哦，不是十二个比赛啊，不是一百个比赛游泳啊，一千几亿比赛游泳哦，给你游第一哦，第一名的才变成怀孕，才能够在胎里面有胎儿的，你们懂吗？你们不懂，你们还以为你是垃圾桶捡回来的哈，啊，还不知道是怎样怀孕的哈。那个精子是几亿里面呢，只有一个 the champion， 你是 champion， 你会生下来。所以神很爱我们，神很奇妙，他让你一出世就给你知道你是第一名，你是第一名，我们都有潜能的。几亿的选手里面呢，他们全部开始游，然后怀孕的是你，是你一个，你第一名。所以我们都是好的，告诉自己我是第一名的， Amen， 我是有潜能的，我是能干的，我是得胜者。你会生下来你就是得胜者。有一些爸爸妈妈要把它打掉啊，医生说不要了啊，身体弱还是生下来了，得胜者都是得胜者。所以不要轻看自己，我们都给魔鬼骗，我们给世界骗，我们常常去听负面的东西，所以我们要把这些东西灭掉，然后我们不要再看背景，我们要多听赞美敬拜的话，我们要多听到，多听神的话，多听有信心的话。消极软弱的时候就赞美敬拜祷告，自己祷告不出来就听音乐，就开 YouTube， 我自己会找的，我自己也会听音乐啦，我也会听到的。所以这些不要听太多世界的东西啊，流行的那些东西啦，啊，失恋的已经失恋了，又听我要听疗疗伤系、疗愈系的那些流行的，失恋，整天失恋不要成功哎，哦，对不对？谁离开我？什么哇，很可怜，我觉得自己很可怜的这样子。所以我们要多听神的话 ，Amen， 把荣耀归给神，我们一起起立来。让神跟你说话，让你每一天有平安， Amen。 有时候还会感到愁烦，有时候还会思绪紊乱，有时候前面的路暗淡无光，感觉自己迷失方向，有时候还未感到惆怅，有时候还会失去平安，有时候感觉自己没有力量，感觉已经无法承担，那是我忘记了回家，在外头四处忙碌飘荡，我需要你的话，我需要你的光，我需要你轻轻对我说一句平安。有时候还会感到愁烦，有时候还会思绪紊乱，有时候前面的路暗淡无光，感觉自己迷失方向，有时候还未感到惆怅，有时
时候还会失去平安，有时候感觉自己没有力量，感觉已经无法承担，那是我忘记了回家，才外头四处忙碌飘荡，我需要你的话，我需要你的光，我需要你轻轻对我说一句平安。于是我决定了回家，不再外头四处忙碌飘荡，我期待你的话，我期待你的光，我期待你轻轻对我说一句平安。我不再忘记了回家，我不再四处忙碌飘，感谢你的光，我感谢你轻轻对我说一句平安。我感谢你的话，我感谢你的光，我感谢你轻轻对我说一句平安。跟着我一起祷告，是的，耶稣，我需要你。有时候我来了，我听了，我没有紧紧跟随你，或者有时候在家里，在外面，甚至我自己的声音都那么的消极负面，不造就我，又软弱，我又灰心，我又跌倒，我又退后，甚至放弃。主啊，赦免我，我要常常回到你面前，像雅鲁一样，那么多的压力，那么困难，不管人怎么说了，不管人怎么看，我就俯伏在你脚前，然后我就和你一起走，因为一路上还会遇到负面的情形，还会有负面的声音，我需要紧紧靠近你，因为你会跟我说话，你的话语会鼓励我，会给我信心，最后我会看到你奇妙的作为。主啊，帮助我胜过，我需要你的真理，我需要你的圣灵，我需要你的同在，我需要紧紧跟随你。我感谢你跟我说话，奉耶稣的名祷告，我们说阿们阿们阿们。感谢主，把荣耀归给神。好，我们回去之前，有没有新朋友，你从来没有祷告求耶稣赦免你的罪，承认耶稣是你的救主，上帝是你的天父的，如果你没有做过这个最重要的祷告，你如果能够站起来，你是站起来，如果你脚不方便，你可以用举手也可以。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你现在不要再迟疑等待。我们感谢主，我们有没有那边有一个弟兄，我们那边也有，能够站起来的就站起来哈。好，我们后面那边也有，感谢主，你可以陪你的家人，陪你的朋友站起来哈。如果脚不舒服可以坐的，没关系哈。哦，还有别人吗？还有别人吗？家里的、线上的也一样。哦，这个是最重要的祷告。哈利路亚，我们感谢主，鼓励他们站起来。哈利路亚，还有别人吗？看到像雅鲁一样，
已经是死亡的状况了，神还是帮助他。我们面对很多的无助，很多的绝望，我们需要上帝来帮助我们。还有别人吗？我们就要祷告了，勇敢地站起来，不要害怕，不要害羞。好，我们每一个人举起双手来，尤其是站起来的，举起双手，你开口一句句跟着我说，跟着我祷告，讲说：主耶稣，谢谢你的爱，我相信你是独一的真神，为了我从天上下来，为我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流血，三天后死里复活，我承认我是罪人，求主赦免我的罪，用你的宝血把我洗干净，从今天起住在我心里，做我生命的救主，我唯一的神，把我的名字写在天上，圣灵充满我，给我信心，跟随主到永远，奉主耶稣圣名，我跟魔鬼和过去所有的咒诅捆绑，撒旦魔鬼的谎言砍断关系，我干净了，我自由了，我平安了，我得医治了，我得救了，我蒙福了，我是上帝的孩子，主耶稣的宝血在我身上每天保护我，给我平安，谢谢耶稣，荣耀归给天父，奉主耶稣圣名，我这样相信，我这样祷告，我就这样得着。阿们，阿们，阿们，哈利路亚！我们大家站起来，举起你的手，领受祝福才回家。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回家了。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即使我们有软弱，我们有动摇，你没有定我们的罪，你还会跟我们说话，因为你要保护我们一路走到最平安的，走到你的祝福里面。主啊，保守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我们的生活环境遇到什么样的挑战问题，主啊，让我们今天开始很刻意的来找你，很刻意的亲近你，很刻意的来听你的话，很刻意的除掉灭掉不好的气氛，没有信心不造就的环境，主啊，我们要很刻意的来塑造成有信心的造就的，让这里每一个人还有线上的灵魂体都福杯满溢，灵魂体都荣耀神，灵魂体都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的问题你会为我们开路，给我们智慧，给我们机会来解决所有的问题，我们来荣耀你，奉主耶稣圣名祷告，我们说阿们，阿们，阿们，感谢主，哈利路亚。我们一起用主祷文来结束。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感谢主，哈利路亚，感谢主。上帝大大赐福你们，平安带着祝福回家吧。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愿耶和华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愿耶和华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愿耶和华赐你平安，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愿耶和华赐你平安，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愿耶和华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愿耶和华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愿耶和华赐你平安，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愿耶和华赐你平安，愿耶和华向你扬脸，愿耶和华赐你平安。
耶和华赐你平安，愿耶和华赐你平安。沙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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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耶和华赐你平安，愿耶和华赐福给你。好，我们小孩子爸爸妈妈可以带小孩子到前面来，为他们祝福祷告。其他的人，上帝赐福你，我们下次再见，晚安。我们的两个新加坡的朋友